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Nemo， 今天继续我们的新年卤味系列。不过今天呢是素菜和豆制品，我特别喜欢吃这种卤豆干。不过今天呢我们要自己做一下这种豆腐串，帮我弄一块老豆腐吧。多少钱一斤啊？1.7块吧。这是豆干是吧？嗯。这种豆干应该是能炸成这样的，拿个2-3块就搞了。素菜能卤的东西太多了，不过我今天要选土豆和莲藕。Hello， 大姐，这多少钱一斤啊？大小不一样，价钱也不一样，是吧？哪一个比较卤着比较好吃啊？大的。那你帮我拿个这个吧。你知道下午的时候，菜市场的同志们过得还是很安逸的，是吧？晒晒太阳，看看电视。这俩花菇还有什么不一样吗？知道这个是最好看的，是吧？好，我们拿几个这个鲜的花菇。哎，去他家买土豆，忘了土豆我还没买。这俩土豆还不一样吗？一样。哦，这个长得难看是吧？长得难看还要便宜一些，便宜了3毛钱。好，那要这一个就好了。买了那么多的素菜，家里了还有腐竹和海带。OK， 全部买齐，回家吃饭。我手里这个啊，就是我们上一期做的卤汁，里面还有2块牛肉呢。想了解的可以去我的主页翻一下上期的视频，新年卤味上篇。好，我们现在处理一下配菜。先把腐竹掰成合适的块，泡进常温水里，千万不能用热水。水里加一些盐，拿一个盘子之类的东西把腐竹扣进去，让它完全浸泡在水里，大概20分钟，泡软就可以了。海带提前洗去表面的盐渍，用冷水泡发。豆腐切长厚片备用，切豆腐的时候从内侧切，不容易粘刀。好，下面我们要做炸豆腐串了，就是这种。这是我提前准备好的竹签子，等会豆腐切好之后要给它穿起来。豆腐要改蓑衣花刀，第一面间隔1/2公分，用直刀下刀，豆腐要留1/3，不要切断。可以拿一根厚度差不多的筷子辅助，切完一面，然后轻轻的把豆腐翻个面，另一面斜45度左右下刀，同样要留1/3，不要切断。然后用签子从中间或者对角穿进去。虽然是老豆腐，但是它现在很娇嫩，所以不要太用力。从上至下把豆腐延展开，最上面一层不要动，豆腐上淋点水会更好操作，这样一个豆腐串就做好了。还记得我前面买的那豆干吧？这个豆干要比老豆腐好切也好穿。洗净的鲜香菇开一朵小花，不开也行。泡发的海带切成条，打成海带结备用。去了皮的土豆切成3到5毫米左右的厚片，莲藕也是同样的操作，去皮切厚片。这两个东西的淀粉含量比较高，要先在冷水里泡一会儿，中间换2次水，泡去淀粉，口感才会脆。先来处理一下需要过油的，油温大概3成下入豆腐，全程保持中火，让油温在3到5成缓慢升温，也就是100到150度左右。豆腐串我们要的不是外焦里嫩，而是从里到外的酥脆，这样它才能吸饱更多的汤汁，才更好吃。等到豆腐串外壳金黄，相互碰撞有干脆的声音，就可以捞出控油了。这一步我大概持续了15分钟左右，把油温拉高到7成热，210度左右下入豆腐串复炸，等豆腐串的颜色变深就可以捞出来了。这一步通常几十秒就 OK 了。烧一锅开水来处理一下需要焯水的食材，先把藕片放进去，等水再次沸腾，土豆进锅，水第二次沸腾，再煮1分钟左右就可以捞出来了。千万别煮得太久，口感软糯，不适合卤味。土豆和莲藕放入冷水里降温，这样可以拉升食材的脆嫩度。现在我们来加热一下这个卤汁，这点卤汁肯定是不够的，所以我们要加水2次调味，味型还是昨天的甜辣味。加点热水把老卤汁化开，然后开大火煮沸。沸之后呢，咱们开始调味，这料包还是昨天的，味儿很足，我没有重新加。调入盐，冰糖可以多来一些，老抽来一丢丢补个颜色。生抽，然后放入海带、腐竹、香菇、豆腐串。水煮蛋用竹签子抽个孔，可以更好的入味，喜欢的话也可以用溏心蛋。土豆和莲藕先别着急放，咱们给它转成小火，盖上盖子焖煮20分钟。时间到，关火，开盖。咱们现在把这个莲藕和土豆放进去，然后给盖上盖子，焖2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开吃了。来调一个上一期的百搭蘸料，蒜泥里加一勺白糖，4勺陈醋，2勺生抽，辣椒油。我今天多加了一勺花椒油，非常简单又百搭的蘸料就好了。好了，把卤味们摆成你喜欢的形状，新年卤味搞定。比着上一期的那个荤的拼盘啊，我倒是觉得这个素的更有食欲一些。我先来尝尝这个豆腐串，哇，跟外面卖的口感是一样的，很脆，咬一口满嘴的汁水全部爆出来了，味道跟之前荤的那个拼盘的差不多，入口先是微微的甜，
然后紧接着是浓郁的酱香味儿。不过这个味道来了要比荤的要更猛烈一些，腐竹也属于那种吸饱了汤汁的。这里面的中空部分像一个吸管一样，里面全是汤汁。这香菇进锅之前大家还记得它有多大个吗？现在就剩那么一点了，很弹很韧，口感很好。土豆我想蘸点这汁儿。为什么要调一个这个汁儿啊？咱们平时你要是不想这样吃的话，你就把这汁儿淋上去，包括昨天的那个牛肉凉了之后切片，然后淋上这个汁儿，放点洋葱啊，放点香菜给拌一下，也是非常好吃的。听声音，土豆还是脆的。想吃到有脆感的土豆，泡水很关键，一定要多泡。如果荤的和素的来一个投票的话，我绝对投素的，因为这些食材真的太吸味了，太容易入味了。好了，那这期视频就到这儿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记得点赞关注，投币三连，我是 Nemo， 拜拜。